我操！你他妈谁啊？你已经死了，我是来带你走的。神经病吧！当你死神了？今天是圣诞节，再给你5个小时。喂，老板，都几点了，你还知道来上班？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年终奖不想要了是吧？过年不想回家了，小心我明天就让你滚蛋！确诊，你还有半个小时。爱丽丝，
是我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快死了。我没有在开玩笑，就是说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说，可以约着见一面吗？好的，那就在河边吧。好的。我一直有些话想对你说，但我总不知道该如何说起。今天呢，我经历了一些奇怪的事情，也或许只是一个奇怪的梦吧。关于死神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不过这都不重要。你说你爱吃甜食，所以我本来打算给你送一盒巧克力，但想想又觉得怕落入俗套，我便又想给你带束花，但我捧在手里时又担心我的品味你会不太喜欢，所以还是将它放下吧。但这些都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